咁啊，早幾年疫情啦，咁疫情其實好多嘢都做唔到啦。我本身之前係有焦慮症嘅，咁其實焦慮症係會令到個人咧成日會諗好多無謂嘢嘅。咁啊，越諗就越唔開心啦。開始發覺，哎呀，死呢幾年好似咩都做唔到，又冇事，即係冇出嚟見人，整整下覺得好似自己冇咗個存在價值咁樣啊。咁啊，直至到有一日就收到民政事務處嘅電話，就邀請我啊幫手做一個時裝設計比賽。咁啊，開始接觸咗年青人啦，叫做咁。其實初初我係抱住一個幾開心嘅心情啦，好興奮啦。但係點知做落去，我發覺哇，原來唔係我想中咁簡單。因為啲年青人始終係有代溝嘅，我覺得呢個就係年紀嘅問題啦。咁同埋大家始終嘅年代唔一樣，諗嘅嘢唔一樣。再加上嗰段時間，好多人成日會覺得啲年青人好多負面思想啊，又或者唔係咁積極啊咁樣各方面。咁但係當我認識咗佢哋之後，同佢哋真係打開個心扉去傾偈嘅時候咧，其實發覺原來年青人都係有好多理想嘅。咁同埋從呢個溝通嘅過程，其實我一樣學到好多嘢嘅。即係喺佢哋身上，我亦都睇到一啲可能我之前未必會睇到嘅嘢，又或者同我身邊嘅朋友未必會傾到嘅話題，喺佢哋身上就會發掘到呢啲新嘢咯。咁耐以嚟都係一路忙緊自己工作啦，咁多年嚟其實不停咁周圍飛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冇好似真係呢一刻咁去靜靜地去做一樣真係原來咁有滿足感嘅嘢。人去到咁嘅年紀，即係你做咗咁多年嘢，你累積咗咁嘅經驗，其實係時候都要回饋翻俾個社會咯。睇到而家呢一代咧嘅年青人，佢哋做設計咧，佢哋好中意將身邊香港一啲嘅特有嘅文化去融入咗去設計裏邊。譬如舉個例，佢哋嘅 idea 可能係用一啲舞獅啦、粵劇啦、搭棚啦、或者係漁村啦，即係一啲好舊式嘅香港獨有嘅文化，將佢擺咗落個設計度。咁所以從呢件事當中，亦都啟發到我做咗呢個 collection 出嚟。呢、這個 collection 我叫龍鳳呈祥，咁其實係一個 modern 版嘅一個裙褂系列啦，即係用咗舊有嘅一啲嘅刺繡元素，但係將佢結合咗西方嘅一啲 cutting。咁相對嚟講，而家嘅後生嘅一代會容易接受好多咯。喺時裝上面，我發掘到一啲譬如刺繡，我覺得係一樣好值得去保留嘅嘢，因為已經越嚟越少人識做呢樣嘢啦，因為冇人入行去做刺繡。同埋一件靚嘅裙褂，譬如好似呢一件啦，呢件我哋叫褂王，可以賣到十幾萬一套噶，真係好重工嘅，因為佢真係一針一線咁去繡，同埋呢啲係金屬線嚟嘅，佢有立體感嘅。咁所以我覺得，既然呢啲衫咁靚，但是年青人又未必會穿的，因為他覺得涼。所以如果我們不去保住這件事，我們去將它介紹給下一代，其實整整下就會失傳的了。去年年底我就終於成立了一個亞洲新一代創意設計協會了。我不是只是想幫時裝設計師那麼簡單，因為個會叫得創意設計，就是說在不同行業的創意界的設計師我們都會幫。譬如舉個例，我們很多設計師就算有多好的設計，沒人懂欣賞，你都沒人會知道，會發掘到他們。那我就開一個會，就是跟很多不同的業界開會。我坐在這裡，有些做演唱會的，有些是演藝的，或者是做舞台劇的，可不可以用我們時裝設計的資源，譬如將衣服去 dress 他們的表演者呢？很多的 artist 都開始很支持本地的創作，是值得開心的。因為其實真的班年輕人很辛苦去建立他們自己的一步一步去建立自己的事業，如果可以有多些人去幫他們的話，我相信他們會走少很多冤枉路咯。我們的協會現在有幾樣東西，一個就是年輕的設計師的資源，第二就是這個傳承，第三就是現在各行各業都講緊嘅環保，譬如上年嘅力出心裁嘅比賽啦，我哋同一個環保組織合作，就喺佢度攞咗好多嘅舊衫翻嚟，就俾啲年輕設計師用一晚嘅時間去重新升級再做。咁我覺得呢個其實都係會令到啲年輕設計師去更加關注呢個所謂環保時裝呢樣嘢咯。最後一個元素咧，就係而家都好流行嘅科技啦。譬如舉個例，我哋喺會展就舉行我哋嘅呢個商會嘅一個成立典禮啦。咁其實我哋喺嗰個成立典禮裏面，將所有嘢變咗喺個元宇宙裏面發生嘅，包括 Dorian 講嘢都係喺個元宇宙，有個假嘅我，即係 AI 嘅我，再加上我哋裏面喺我哋嗰個所謂嘅會址裏面，你會見到有唔同嘅一啲嘅 gallery。
譬如有做衫嘅 gallery 啦，有 art gallery 啦，有 IP 嘅 gallery 咧，甚至有表演嘅場地行 fashion show 嘅。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比較新穎啲嘅方式，去拉近同年輕人嗰個距離啊。有一日突然間頭痛得好犀利，咁就初初食止痛藥啦，跟住食食下都發覺原來止痛藥都幫唔到我啦。咁跟住我就去睇醫生啦，檢查身體啦，得出嘅結論都話我有焦慮症，跟住開咗啲精神科藥。咁我足足食咗一年嘅。咁喺嗰段時間，其實個人係好沮喪，因為嗰啲藥好多副作用嘅。嗰個感覺係好似我形容自己好似一個喪屍咁樣，有時好攰，瞓唔到覺。我後嚟停咗冇食藥。咁我就開始去做運動啦，又或者去做一啲放鬆嘅嘢啦，譬如好多朋友叫我去做瑜伽啊，去做 meditation 啊，尤其是又撞啱疫情嗰陣時間，我曾經有諗過，我係咪應該要退休呢？咁但係我太中意做嘢，同埋我好多時候會喺工作上面揾到一個滿足感。咁所以如果你叫我唔做嘢，可能我會更加多病痛咯。20年前，我媽媽嗰個焦慮症比我更加嚴重，咁我哋後嚟諗咗好耐。終於俾我找到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嗰陣時逼我媽媽退休。其實我媽媽一向都是一個女強人嚟嘅，即係佢做開生意。咁突然間一唔做嘢，佢就好似冇咗精神寄託咁樣。咁整整下就諗好多嘢啦，開始咁就 trigger 到佢有呢個病咯。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奉勸大家多啲去關心身邊嘅人，唔好等佢即係太遲啦，冇辦法。即係而家點解咁多人自殺呢？就是因為真係去到一個。即係好壞嘅地步，冇得再翻轉頭啦，所以就會有呢啲問題出現咯。